如何穿 Alessio 压缩袜？拿出你的压缩袜，将手伸入袜筒，抓着袜跟，把袜子翻面，把脚伸入袜筒，把袜子轻拉至脚后跟，确保袜子对齐脚趾及脚跟，抓着袜筒袖口，将袜子往上拉至膝盖下的位置，检查要点一，确保你的脚跟位于袜跟内。检查要点二，若脚踝部位出现褶皱，稍微拉提调整该处之平滑。卓越 X 型锁设计。